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？对呀、啊，就是20多年啊，2002年。你看，不到20年。对，不到20年。对呀、啊。2002年还是零？他刚才一问你是干什么工作，我要说导演，就有可能猜能知道我是谁。后来我想一想，就别让他猜对了。别让他猜对了。对，现在导演都这么坏。给他点意外吧，我觉得。调皮。调皮太皮了、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绯闻男友啊、哦！真的呀、啊，真的是我的绯闻男友，真的、啊、太荣幸了。真的，马老师可看着呢。马老师就是马老师亲自说的，只要一拍戏，沈导就会说：“哎呀，我觉得这个角色吧，还是适合马玲的。”对对对。然后马老师就说：“马老师是沈导的太太，是我14岁的时候就认识的女导演。嗯”然后马丽珠导演就说：“沈好放啊，咱们换换思维。哎”你知道我跟马玲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怎么认识的？你不想知道这？当然太想知道了。你不想知道我这个当导演有什么特点吗？我想知道的。你先把我当导演的特点告诉你。先一定要说对。这个跟这个故事有关系。对，嗯、我确实是一个导演，是一个好导演。那不能说，嗯，我既。刘备是谁？他也不知道江山是谁，他谁都不认识。他竟然能记住王芳，哎呀，荣幸啊！关键他还能记住王维念。对，是真的，我跟你讲。后来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，我每次一见他，老爷子，我是谁？马玲儿啊，马玲儿啊，马玲儿啊。真的，我行了，不要跟我唠叨了，我知道你是谁。